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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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无上甚深为妙法。无上甚深为妙法。百千万劫难遭遇。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请放掌。上一次我们讲到，菩萨摩诃萨的十种轮，十善业道轮。那菩萨摩诃萨的第一轮呢，就是远离杀生的轮，用这个菩萨的十轮呢，碾碎一切的恶业，碾碎一切的烦恼。那我们继续来看，菩萨摩诃萨成就此轮故，与声闻圣得无误事，与声闻圣补彻伽罗得无误事，与独觉圣得无误事，与独觉圣普特伽罗得无误事，与其大圣得无误事，与其大圣普特伽罗得无误事，常能自然三宝种性。于诸出家如来出家弟子，若是法器，若非法器，下至一切披片袈裟剃须法者，得无误事，与大乘法常得深进，无有退转，力会胜福，常得增长，与一切定诸陀罗尼、诸忍、诸地速得自在，无有退转，常得执欲诸善知识，随顺而行，常得不离见一切佛及诸菩萨声闻弟子，不离闻法，不离清净供养众生，于诸善根常精进求，心无厌足，常于菩提种种行愿，心无厌足，所得果报广如前说。假设远离这个杀生轮的话，菩萨摩诃萨就是佛就答复这个前面所问的问题了，这个金刚藏菩萨是所问的问题。这个如果菩萨摩诃萨成就这个轮，这个远离杀生轮的话，那么他呢，对于演说声闻圣的法不会有任何的误事，跟声闻圣的人普特伽罗就是人或者是众生交往，或者是说法开示都没有误事。同样与独觉圣得无误事，第一个呢，独觉圣就是表示独觉圣的法没有任何的误事，对于独觉圣的普特伽罗就是独觉圣的众生呢，交往就是互相的讨论呢，都没有误事，与大圣没有误事，与大圣人也没有误事，常能够自然三宝种性。自然就是非常热烈的追求这个，让这个三宝的种性啊，佛法圣三宝能够延续，能够少容佛种。于诸如来出家弟子，对于佛的出家弟子就所谓的僧宝了，不管他是法器或者是非法器，下至乃至披片袈裟，就是他身上啊披了一小片袈裟，剃须法者把头发胡子给剃了，也无误事，跟他们对待他们的态度，对待他们的方式没有误事，于大乘法常得深进啊，对于追求大乘的一个正法
这菩提道常常是向前进的，精进的，而不会退转的。利会胜福，很锋利的智慧，以及呢殊胜的福报，常常得到增长。对一切定的陀罗尼呢，都对于诸人呢，各种的人法，或者是诸地，从菩萨道一地一地上去，一直到十地，都能够得到自在。就是在他修行正果的过程中间，修行圆满的过程中间，究竟佛法的过程中间，修定啊，修忍，修十地，这个菩萨就是一地一地上去，都能够很快的得到自在，没有退转。常常遇到善知识，就相伴同行，在修行的道路上不会寂寞，也不会怎么样呢？迷失。如果你没有善知识的话，你就难免会迷失。人家讲的法啊，有的时候似是而非，你听乍听之下好像对，乍听之下好像对哦，但深深的想呢，又觉得有一点问题，但你又不知道问题在哪里。所以你如果说亲近善知识的话，常常闻法，常常不离开亲近供养众生，这个善根呢就会增长，就不会说有差错啊，就不会说呢有迷失。因为现在的法太多了，太多太多，充斥房间，充斥的。而且最妙的就是说，人多的反而有问题。很多人的不是说你认为他的那个见解不是很正确，他就没有信众了，反而呢信众啊就人山人海的。所以这个是末法嘛，很妙的，很奇怪的。那么多人甚至于还要花钱是吧，去听他一场演讲要见他的面呢要花更多钱的。你说用佛法去谋取这钱财，这个适合吗？大家就想最起码的，唯你们就想一件事就好了，佛陀当年行此乞呀，连吃的东西都是去用乞讨的方式，天天说法，时时说法，佛陀有没有问信众拿过一毛钱？有没有说你来听我说法要钱的？有没有这样试过？没有，没有，那我们就知道听法是不可以拿钱的，这个是基本的一个知识，基本的一个常识。就如果要钱的话，你不要说他要钱哦，这个表示说他厉害不要钱呢反而没人来听了，是这样子不过我们真正要理解，就是自己用智慧去思想。为什么我们导师啊常常讲一句话甚至也成为你们莲缘的这个缘训呢？般若思想，菩萨精神。般若思想，菩萨精神。般若就是智慧，时时刻刻要把智慧啊拿出来关照一下。我以前讲《金刚经》，讲《般若经》，我就常提一句话，我说作为一个佛弟子，时时刻刻你要记得，像我们出家众穿的这个衣服啊，这长衫，长衫有那个飘的两条带子，你知道那个带子干嘛的？以前明朝人就是穿这个衣服，印度人没有穿这个衣服的啦，到了中国之后改成这个衣服。那两个带子是绑剑的，绑剑的。过去的古人不是出家人哦，一般的书生都要绑一个剑或者是怎么样，这里后来慢慢就变成一个装饰一样这飘了两条带子，
那并没有办法绑得住剑。那出家人就穿这个衣服，因为在家人不穿了，出家人就穿嘛。啊，在家人理头发，那出家人就把头发剃光嘛。老和尚说：“哎，怎么有的这个明星啊，好像剃头发也很时髦啊，剃光头也很时髦。那如果大家都剃光头的时候，那我们又留头发了，是这样子，就要跟人家有一点区别嘛。”那这两套带子说是绑剑的，我当时就很有一种想法。我们作为佛弟子，尤其是出家弟子，就这里绑一把无形般若剑，没有形状的，没有看不见的，但是你时时刻佩戴它，时时刻拿出来，武士怎么英雄爱宝剑呢？那这一把无形般若剑哦，不是金融小说里面的，没有形状，可是呢，这般若剑，智慧的剑，拿出来时时刻关照一下，用这个智慧来关照自己的心。那什么时候关照啊？无论你行这六道波罗蜜，所谓的五道如盲啊，般若为导嘛，就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都是瞎子眼睛的。那般若呢是眼睛，般若为导啊，他做前行，就是说你布施，哎，你不要以为人家不布施哦，大善人都懂得布施，基督教、天主教行的布施比我们佛教还要多哎。那你成为一个佛弟子，你知道你的宗教的这个布施跟人家不一样，也更伟大，知道吗？因为他要三轮体空，三轮体空的布施是最伟大的布施。三轮不体空的忍辱是最伟大的忍辱，是真正的忍辱。三轮体空的持戒是真正的持戒，到戒而无戒，忍而无忍，修而无修，布施而无布施之相。内无能施之人，外无所施之人，中还无所施之物，三轮体空。忍辱也是一样啊，啊，也不要说我受了辱啊，谁受辱啊？说我受辱啊，我是能这个被受了这个辱啊，谁是个我的啊？是个我哪一种的侮辱啊？是骂呢，还是打呢？怎么样观空呢？法也空，人也空，就是说不要执着了。我们不讲什么空，我们不讲到太进入这个形而上的境界。简单一点来讲，你只要懂得远离执着，远离分别，这个就是你在观空，你在道上面，你跟佛法是站在一起的，就是不要执着。哎呀，人家骂一下就算了，人家打一下就算了，不要把它拉进去心里面来障碍自己行道，不要影响到自己的心理的情绪，不要产生烦恼。因为修道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修清净心，清净心就是没有烦恼，没有障碍。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一点啊，般若思想，菩萨精神啊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，就是这个常常遇到善知识呢，常常不离见一切佛及诸菩萨声闻弟子。现在我们既然看不到佛，也看不到菩萨声闻，那么怎么样呢？在佛像前面就是礼拜也好啊，菩萨前面礼拜也好啊，这就是见佛啊，心里有佛像啊，心里有佛啊，即心念佛呢，即心做佛，你能够念佛呢，就必能成佛。这是谁讲的？不是我讲的，印光祖师讲的。
印光祖师是大势至菩萨再来啊，不离闻法，这听法很重要啊，要不然的话呢，知见错误，知见错误就是这里听听那里听听，自以为是啊，就是自己明明不理解，在一个阶段一个阶段，听到人家讲空就空，听到人家说啊不要计较就不要计较，什么时候该当计较，对你的账，你根本行道在你的这个阶段啊，会障碍你行道的，当然要计较，不计较还行。大家还记得维摩诘经里面那个维摩诘跟须菩提讲，你要拜外道为师啊，他堕地狱你要跟着堕地狱啊，好，你去做吧。那一般人听到就说哎呀，这才是最高啊，因为维摩诘是佛嘛，金续如来啊，他是妙喜国的菩萨再来啊，所以他讲的话最对嘛，他不知道对谁讲啊，就以为说对啦，要这样子做，拜外道为师，那我为什么不能跟外道做朋友呢？不知道自己的身份，不知道自己只有几斤几两。好，你说你去度外道，被外道度了，九色财气通通来了，都有可能啊，这是很重要的。还有，比方说，信佛众生等无差别，所以，我都不要有任何的分别心，对一切众生都慈悲平等，很好，你这个观念很好，你心里要这么想，但是在实际的行为中间呢，要有距离，不然你就被他渡过去了，很可惜的呀，很可惜的。有的人明明我们已经感觉到很难得的关心他爱护他，到最后他跑到别的宗教去了。当然我不是说小气，也不是舍不得，因为这个每个人有自己的缘分，但是我觉得可惜，我觉得很可惜，为他惋惜。那我们毕竟花了一点时间啊，希望就是爱护他，希望他能够啊，慢慢的这个能够，因为生病嘛，希望他病好，然后呢，这身心方面都能够得到恢复健康。很可惜，缘分不够，就跑了，啊，就到基督教去了啊。那当然他有他的缘，我不是说小气，一点都不小气，啊，这个佛教最有趣的就是来者不拒，去者不留，你爱走都跑，哎，拜拜，拜拜就没事了，是这样子啊。不为他自己呢，是有点可惜，是不是？所以不离见一切佛，我们眼睛见到佛，见到菩萨啊，这个经文里面，若有经所在之处啊，即为有佛啊，好像真正弟子一样，哪里有经就哪里有佛。这经啊是代表法的，是表法的，而法呢是佛陀宣说的，所以敬经如敬佛，所以对经呢也必须要敬重。不离清净供养众生呢，对于出家众呢也要供养，但是也要清净。那么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了，就是说清净众生的时候啊，你也要有一个智慧去判断这个可不可以清净。邪魔外道多得很啊，所以先判断。假如说问你要钱的敛财的，你就最好是远离也罢，远离也罢。因为真正的佛弟子绝对绝对不会说要敛财的。那当然有的时候要盖庙啦，或者怎么样啊，给你化缘呢，那是另外一回事。盖庙是另外一回事。那你有能力就支持，但是
没能力就那是大笔钱嘛，不是每个人都有可能支持的。所以而且呢，你供养也是一样，要量力而为，不要比较，不要尽量。我常提出一个例子，就是我前几年呢到马来西亚去，前几天马来西亚古晋的居士林林长蔡明田来了，那我也跟他说，我说我非常到马来西亚去，我非常感动的几个事情，其中之一啊，他给我安排几个地方演讲啊，几个地方由东马到西马。那我有几件事情非常的就是赞叹，一个就是他们那个时候是初七月嘛，到处都是打法会，都是法会。那法会啊10块马币也可以，5块马币也可以啊，5块10块啊，就是随你自己，20块马币也可以。你知道马币是1:10吧，跟我们台币。那我在那个北海佛教会看到，他全部就是三种方式的这个做中元节啊，一个就是汉传佛教有一个地藏法会，然后让我去演讲。那个南传佛教呢，他们斋僧啊，密宗呢请了一个仁波切四位那个喇嘛啊，来也是一个法会，3个法会哦，全部一次收钱，一次你去自动捐献，自己去写就是登记，一次就好了，不是说我3次就是3个分别给你收3次钱，没有这样，一次。然后呢，2块钱也收，5块钱也收，20块钱也收，100块钱也收，通通都是一样的，黄纸条一张，贴得满满的，满满的，不分贫富，不分阶级，不分等级。当然有功德主啊，功德主也不多哎，好像是10万马币、5万马币、10万马币就最多了，有的甚至于更少。那天蔡明天说，1万马币啊，什么都可以了，这个就是功德主了。那么我去演讲，每一个地方他们演讲完了，他们也有供养，都是2块、5块、10块，但是没有人不供养，非常虔诚的出来，很感动哎。我觉得为什么一定要这个供养师父就一定要很多呢？我不认为这样子啊，我不认为这样子，我觉得量力而为，不要。我们台湾是已经变成习惯了，大陆现在又学我们，是这样子啊。就是那个马来西亚这一点我觉得很不错啊，就是什么事情就是有一个量力而为。那出家师父你一直给的多的话也不好啊。这个每一件事情都有两面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继续来看啊。还有就是在菩提啊种种的行愿，追求这个善根，对于善根要精进的去求，心没有厌足。对于菩提的种种行愿呢，心也没有厌足，那么得到果报呢，像前面一样。这是讲第一个不杀生。跟着第二个呢是不盗、不杀、不盗。不盗是怎么呢？不盗也叫做不予取，不给你你就不拿，没有人给就不拿，在地上捡的钱呢也不是你的，也不要拿，是这样子啊。不予取，这就不盗、不偷盗。复次善男子，若菩
菩萨摩诃萨能尽行受，离开什么？不逾矩，即是施与一切众生，无惊无怖，无有热闹，亦无扰动，于自所得如法财力喜足而住，终不希求非法财力。由此善根速得成熟，所有前际轮转无趣，莫生死合，因不逾矩，造身与业、身与意、诸恶业障、诸烦恼障、诸有情障、一切法障、诸财宝障，自作教他，见闻随喜，由此远离不逾矩轮，皆系碾坏，摧灭无余，不受果报。好，那么第二个呢，就是佛就说啊，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能够尽行受，行就是这个身形啊，我们这个身体就是行，尽这一个身，这一生受呢，就尽这个寿命，都离开不逾矩，不偷盗。假设说永远连人家一根针一根线都不随便拿的话，那就是等于啊，施与一切众生无惊无怖，也是一种布施啊，布施给人家无惊无怖，没有惊慌恐怖，也没有热闹，不会让人家产生烦恼咯，一无扰动，扰就是好像水一样把它扰一扰，就扰动它，它本来是平静的，心海无波啊，一扰动呢，心就动了。于自所得如法财力，就是对于自己应得的这一份的工资啦，或者薪俸啦，喜足而住，喜欢满足啊，喜欢满足，而且呢是而住呢，就是说就是停留在那，终不希求非法财力，不要非分之想非法之财，由此善根熟得成熟，那么善根呢慢慢就成熟了。所有前际轮转无趣，莫生死合，所有以前际就是过去生，轮转在无趣中间，生死合中间，因为不逾矩的缘故，因为不偷盗的缘故，那么过去生的种种身与意、恶业、恶障、烦恼、友情给你的障碍、法给你的障碍、财宝给你的障碍，你自己做啊，自己做叫他啊，自己就行这个不偷盗，也教别人不要偷盗，见闻随喜啊，听见以及看见的呢都随喜，看见别人不偷盗，看到别人呢能够见到别人不偷盗，或者是听到别人不偷盗，也非常的欢喜，由此呢就远离了不逾矩轮了。这个由此呢远离不逾矩轮的这个障碍都被碾坏了，摧灭无余，就是摧坏了，没有再剩余的，不再受到果报。这里可能讲的不清楚一点了啊，就是过去生扭转五趣的这个业报，不管是身与意所做的恶业障、烦恼障、有情障、法障、财宝障，自己所做的恶业，或者是教他所做的恶业，应该这样子解释啊，自己所做的或者是教他的，见闻随喜的，由于这一生远离了不逾矩轮，由于这一生远离了不逾矩轮呢，前面所做的恶业障全部都被碾坏摧灭了，没有
剩余的不再受到果报。于现身中诸人天等皆共亲爱，无所差虑，身心安乐，财宝具足。在这一生中间啊，这些人呢、天呢，都能够彼此互相亲爱，没有猜忌。人与人之间最怕就是猜忌了啊，身心都安乐了，财宝呢也具足。这是由于不偷盗，因为不惹到别人啊，偷盗呢就会把别人的当作自己的，就影响别人，损己而利己，损人而利己的。所以如果说不偷盗的话呢，那么所得到的这个报应呢，当然是人与人之间彼此亲爱，没有猜忌，身心安乐，财宝呢也具足。因为你不偷别人的，那决定了这一生就很满足这个财富。将命终时，身心不为忧苦逼切，所爱妻子眷属围绕，临命终时不见可怖夜魔亡死，唯见可易成调善法，具戒福德真实福田，为善知识，身心欢愉，身身尽兴。当这一生过完之后，命终了，身跟心呢都不会有忧愁苦恼，自己的家眷呢都围绕着，临终也不看，没有看到阎罗王派来的使节，阎罗王派来的这个这个鬼使了，所看到的呢都是可意，就是这心啊是欢喜的，成条善法的，成就这个善法的，看到的都是能够成就善法的，随意随顺各种善法的，具足这个福德的真实福田，做自己的善知识，就见到都是善知识为好友了，身心愉悦，身身尽兴，身心都感觉到轻快，而且呢产生尽兴。既命终矣，还生人中，诸根圆满，肢体具足，随所身处具大财宝，端正聪明，安隐快乐，不与五家共诸财宝。那么呢，当这一期生命结束之后呢，还能够再得到人生诸根具圆满啊，眼耳鼻舌身意啊，这六根呢都圆满，肢体具足啊，不会缺一个腿啊，少一个胳膊啊，或者少只眼，少一个耳朵啊，都没有这样子的，肢体是具足的。随所生处呢，他生的地方呢，父母亲都是不缺乏这个经济的啊，具大财宝，经济都很充裕的，端正聪明，他自己的长相呢也很端正，这个也具备了聪明、安稳、快乐啊，是没有什么，平平安安的，很自在，很快乐。不与五家共诸财宝，没有盗贼来偷啦，或者是有人来贪污他的啦，官吏来贪污啦，克他的大税啦，或者是不孝子孙来花他的啦。富裕可易成条善法，具戒福德真实福田，为善知识，依彼修学离不与取，能断一切恶不善法，能成一切殊胜善法，能求一切大圣法意，能修一切菩萨愿行，见次去入深广智海，乃至证得无上菩提。那么除此之外，财富不为人所盗走，还可以遇到呢，就是随顺成就善法，具足福德的真实福田。这真实福田指的是
一般来讲应该是佛弟子啊，佛弟子出家的僧宝为善知识，依止他修学，修什么呢？离不允许，离开这个偷盗，不允许，不给你，你不拿，跟他学这个不偷盗，不偷盗，连一张纸啊，一支笔啊，没有问过都不能拿啊，这样很严格的，对于这个不允许盗啊，在佛的戒律上面是非常严格的。那么能够断一切的恶以及不善的法，能够成就一切殊胜的善法，能够求什么呢？一切大圣的法义，大圣法就是利益众生的啊，能修一切菩萨愿行，像普贤愿啊，十大愿啊，普贤的愿行啊，见次呢去入深广智海，慢慢的这个智慧呢一天比一天增加，用听经闻法就是长智慧啊，最后呢就能够得到这智慧的智慧，好像海一样的既深且广啊，乃至证得无上菩提。这佛跟我们不同的就是这无上智，这智慧啊是完全的这个圆满的，所以呢得到无上菩提。无上菩提，菩提就是觉，觉就是觉智，觉就是这个一边是智慧，一边是慈悲，也像一只手一样啊，有慈悲有智慧，悲智双运啊，有无上菩提，这个叫觉。所居佛土啊，众宝庄严，宝树宝池宝台殿等无不充备，你我所无所摄受，一切具足，言思有情，来生其国。如来自命寿命无量，为诸有情如应说法，般涅盘后正法久住，利益安乐无量有情。善男子，是名菩萨摩诃萨第二，远离不允许人。好，我们看这一段，就说所住的国土，就是说生的这个净土啊，众宝庄严哦，像极乐世界一样哦，七宝为地啊，为池啊，这个宝树成行啊，还七宝池八功德水，七宝池就是宝贝所成的这个池啊，宝庄严的台呀、啊，亭台楼阁啊，殿呐 啊，厅堂殿宇啊，都是充沛的，就是非常的充裕。那么这是讲它的环境，这个叫土，这是我讲它的环境。那除了环境之后呢，还讲这个众生啊，这修不允许的这个众生怎么呢？他能够离我所，首先不允许呢，不属于我的我不拿，跟着呢我的我也布施给人，到布施到生命也能够布施的时候呢，那么我都没有了嘛，因为他对于这个我看得很轻啊，第一个就是我所看得很轻嘛，属于我的东西你要我都给你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舍啊，从施上面来做到最后呢，能够一切法空，能够布施吗？哎，你要这个我也不会说舍不得，你要那个我也不会舍不得，就是慢慢慢慢施啊，施我所能够施啊。有人跟我说，他说我所啊，叫 what I have， 就我拥有的，这施出去身外之财没关系。我呢舍不了了，我 what I am， 这一个 identity， 我的一个身份呢，我怎么舍哦？人家骂我一句我还生气半天，这我不容易舍。如果你把自己看得很重的话，人家对你讲一句话不高兴会很生气，这个我不能舍，就很执着这个我所能舍啊，have what I have， 可以舍
What I am， 舍不了，这我当最大了。Self-centered 啊 ，self-centered 就是自我，这很厉害。Ego 嘛，外国人说 egoism。外国人有两个字是不一样的哦，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？一个叫 egoism， 一个叫做 individualism。Individualism 呢，这个字应该解释为个人主义，这个是中性的，没有什么好不好。Egoism 就不好 ，egoism 就自我主义，自我主义跟个人主义是不一样的。Egoism 就是我最了不起，把我看在第一啊。但是 individualism 呢，是个人主义，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他自己的尊严，自己该当拥有的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外国人也是分两个，那这个跟我们佛法是没有关系。我的意思就是说呢，先讲这离开这个不予取缘，慢慢能够把我所看得清，我所看得清慢慢就离开我啊。由这个不予取，既然不是我的，我就不拿，到我的我也可以不失，然后到身外之财，一直到身手四肢头颅都能够舍啊，这就是佛菩萨的境界了。有看那个《金刚经》啊，初日份以恒河沙等身布施，中日份以恒河沙等身布施，后日份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啊。那但是呢，这个功德还不如受持读诵《金刚经》的功德，所以剑法一直要诵，是不是？舍不得不诵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啊，无所摄受，就没有什么东西他需要，要给，要占为己有的摄受，没有东西说，哎，我非要不可的，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啊。无所摄受，一切具足言思有情来生起果，这个国家，这个佛土，这个净土，这个乐土啊，是一切具足言思有情，就因为他自己不要，反而变成一个庄严的一个身了，他不要就更多，很多是这样子，你不要反而就更多。所以言思有情呢，就生在这一个净土。如来自身呢，这一个佛土的如来，他自己的寿命是无量的，他为这个有情众生啊如应说法，就你高兴听什么法他就讲什么法，喜欢声闻讲声闻法，喜欢这个缘觉讲十二因缘，喜欢这个菩萨道讲六度万恒。般涅槃后，不管这如来的寿命无量到什么情形，总有一天他还是入灭，他还是要进入究竟涅槃呢。因为有佛土呢，这个有佛土还不是长期光净土，长期光净土是法身住的，所以有佛土的，有一个庄严佛土，这个还是报身。佛也是报身，那土呢也是报土啊。这个是不是法身住的，是报身住的。那报身住着之后呢，他有一天这个报身的佛啊，他也入涅槃，涅槃之后呢，正法久住，利益安乐无量有情了。所以佛又叫一声善男子。是名菩萨摩诃萨呢，第二轮菩萨摩诃萨第二个轮叫远离不予取轮，就不偷盗。菩萨摩诃萨成就此轮故，与声闻圣得无误时，与声闻圣卜特伽罗得无误时，与独觉圣得无误时，与独觉圣卜特伽罗得无误时，与其大圣得无误时，与其大圣卜特伽罗得无误时，这里六个得无误时，就包括三圣呢，
声闻缘觉大圣就是菩萨。前面的这三个就与声闻圣得悟识、与独觉圣得悟识以及与其大圣得悟识呢，指的是法。后面加了一个补特伽罗的呢，就是指这个声闻人缘觉的这个人，或者是菩萨这个人，指的是这三类的众生。对于菩萨摩诃萨，因为成就这个第二轮不予取轮，所以他对于这三圣的法以及三圣的人都不会产生任何的一个误识。常能赤然三宝种性，才能够让这个佛法僧三宝啊，这久住心盛，赤然就是心盛。于诸如来出家弟子，不管是法器，若是法器，如非法器，下至一切披遍片袈裟，剃须发者的物事。对于佛的弟子，不管是法器也好，有修道的，有懂法的，有没有修道没有法的，乃至于他只要披一片袈裟，剃了须发，那么呢，这种人呢，菩萨摩诃萨远离不予取呢，也跟他之间的物事，也跟他之间的这个交往呢，是相当就恰当适宜的。与大乘法常得生进无有退转啊，就是能够常行大乘精进无碍，力慧胜福常得增长，就福跟慧啊时时刻增长的。与一切定诸陀罗尼诸忍诸地速得自在无有退转。陀罗尼啊就是总持哦，所谓总持啊，总一切法，持一切义啊，这叫陀罗尼。陀罗尼总持，就对于这个定啊，各种定的陀罗尼都能够掌握，对于各种忍各种地都能够自在没有退转啊。常得止语诸善知识随顺而行，在追随善知识呢，他很自在的。常得不离见一切佛及诸菩萨声闻弟子，不离闻法，不离清净供养众生，于诸善根常精进求，心无厌足，常于菩提种种行愿，心无厌足所得果报，广说如前。就是说也常常不离开见佛见菩萨以及声闻圣僧，不离开闻法，不离开清净这个深重，对于各种的善根呢都能够精进勇猛的追求，没有厌足。这个没心无厌足不是贪哦，这种是正贪呢、啊、你说贪也好就正贪吧，就是说对于自己善根呢、啊、做好事、啊、不会说嫌自己做太多了，做得越多越好，不以善小而不为，不以恶小而为之。刘备都知道说，所以小小的善积极就变成大大的善哦。还有一点一滴的善，它也能够点变成线，线变成面哦。所以不要以善小而不为，这里就是说心无厌足了，时时刻刻做好事，时时刻请成正念呢、啊、善念呢、啊、净念啊都是好的。心无厌足这个就随你贪呢、啊、你贪这个善根呢、啊、随你贪。还有这个菩提种种行愿，你对于这个觉道上面的种种的愿去行，就像普贤四大愿，我们把普贤四大愿付诸落实，一者礼敬诸佛，二者称赞如来，三者广修供养，四者忏悔业障。这个总点点滴滴随顺而行，时时刻刻不忘行这个大愿，心无厌足，
这个也随你去做，做得多不会说你做太多了，太贪心了，没有这回事啊，你贪吧，所得的果报呢广说如前，那么这个得到的果报也是很丰硕的，跟前面所讲的是一样。好，请大家一起回向。闻法功德殊胜行，闻法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成溺诸有情，普愿成溺诸有情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